两千空四年成立被哈奇古文化艺术团，本台海南台湾地方表演团队。四年两千，给当时31岁的舞蹈家曾定开轨道的平顿歌手，除了继续做舞者，也讲一被哈奇古。团长李永峰由于做副团长兼艺术总监，从乡退伍的观念带入传统客家中表演艺术。曾定开就开始从李永峰研究客家历史。凡是呢，包括出队1895火烧庄，也都体现客家历史歌舞剧。九年代也还得到校委会客家青年创新发展奖。以上下来，上海屯由丰富内容的客家歌舞剧带入国家戏剧院。那我在天天行到舞台中央，跳出新冠头都乱潮潮样的，想多也请到听。也是要做发展的舞台家王碧琪，今年同高雄上市芭蕾舞台年初制作点的海变的舞，玩到苦山水。苦山水本来日本京都三中的演艺初级艺术，王碧琪当上帝，因为德山人土空家下都当点亲，记住想到托德山新冠头都也有在苦山水。我比较在意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安静下来？是不是我们有太多的一种烦恼，或是我们有太多的一个东西需要安静下来？那我觉得枯山水这个目的也是，它的目的也是，它有那种使人安静的一个效果。刚好这个时候，我们正在排练一个，就是我们高雄城市芭蕾舞团的一个年度的重大制作哦，就是《点子鞋》。那其实对中南部的朋友来讲，应该点子鞋是不陌生，因为它已经有快10年的历史。天台芭蕾与动作表现的方式，创作芭蕾点的海，十年来在南台湾舞者当中的腿数同摇篮，爱新脚的同老脚的相互融合。王国谦编的舞，单单做表现出新冠复读的想法，既然想要讲的是人生的道理，人生经验做足，舞苗跳来好，真正可以做哈佛王国谦相爱的跳舞人才。我的历史里面，我有一些舞名，我所想要编的。那其实丁凯来的时候，我没有说要编这个枯山水，那只是他给我的形，然后我觉得说，哎，我这个舞可以编出来了。那丁凯的技巧我是没有话说，而且我觉得丁凯的，因为我本身也要跳的原因，其实丁凯跟我的外形也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站在舞台那个分量也是，就是没有，就是不分高下的。曾定凯很多评论告诉，托台北艺术太好，舞台内家下是解放时国立艺术学院时期青年一贯之造成的体格好上诶。佮讲会跳舞，做得讲是缘分缘分诶。佮姿势谈到音乐，做当好扭来扭去，没想到一扭就扭出一生人的事业。哦，妈妈常讲三扭诶，好像那猴子一样坐不住。那其实，在一个偶然的暑假，哦，那因为隔壁的姐姐们，一个邻居的大姐姐在学跳舞，那舞蹈社要舞展呢，就缺了男舞者这个角色。然后因为隔壁邻居的阿姨觉得说，哎，我好像蛮适合去参加这个事情的，那就让我去报名。我妈妈说很好啊，你精力过剩，你就去跳跳舞吧，哈。来接一下，然后修一些动作，就是你们在做这个时候，其实它还是有踏步的，它不是只是这样子。同学生的行手来做本学生的看，曾定凯走顺头，行到高雄尝试芭蕾舞团练舞，摸天摸土，下注于学生的教学生的跳舞，除了有真好的体力，咪还有使命感，下几股当地的练习，准备要百步表演。今天我们准备排演这个是1895火烧庄，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剧场演出。那说实在，这些孩子们从来没看过，所以呢，我怎么样在不断的练习中去建构他们的想法，去建构他们的一个形象，让一个最好的状况是一个老师、一个编舞家跟同学们，我们脑中的画面是一样的。在丁凯老师来之前，我们是给女老师教。那舞都是比较有动感，然后应该算是比较低年级会跳的舞这样子。然后老师来了之后，我们的大型创作就比较多，
然后舞就有点偏向现代舞，就感觉比较成熟。曾定凯对台北艺术大学毕业过后，是去过国内有名的舞团，各一到两年呢。佮小讲喺各团看，还学到当多，我对未来前途知道迷迷茫茫。一直到去到福冈大学艺术研究所，读到林国峰教授，将完全改变佮对艺术看法，每滴自家上门物件，决定同佮学到艺术带进家乡，我影响达三年，佮因为也将个艺术家改去做事情。很多艺术人士，艺术是一切，可是他觉得如果艺术人可以把心胸开阔，就是一切是艺术的话，你会更容易去领会到这个世间的很多东西是可以重新用艺术的角度去开阔的。我觉得这句话是在我念研佛光大学艺术所的时候最受用的一句话。我们从你进来吗？棒棒棒棒，来，直接下。他的敲法是从这里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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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家乡行下多就是我三万讲三万九，结合的舞单单去讲，托剧场方安样表演，剧场戏将门关起来环境，观众我当尽情看舞台的表演。不过下一句是托记录方的表演，新人人前及自家加入下一句家下，团长李永峰还明讲，一后生人唔止讲声的，也够正经的。不过去讲客家表演艺术要有新色，一到后生的艺术家加入会如何？也要后生的呢，相爱对伊也要特别的艺术文化工作，晒几多男仆，伊相到也客家。结果呢，伊都去到客家沙团的，过到沙团讲，啊，睇下外头唔是变得安尼有哦，外头人来都好诶。结果呢，都来到外下吉古啦吼。我去观察了几次哈吉古文化艺术团的一些表演，说，发现不一样，因为在户外的演出有太多的干扰，好，你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抓到观众的眼睛，然后进而欣赏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挑战。对曾定凯讲一下之故，开始提高舞台的艺术层次，加到想法强强，因为有内涵，才会感同道人。喺讲请用一般的舞台来表现出客家文化，其实唔系有尘土，比多色色彩彩同历史表现出来，特别出对一出家下，用晒请起一张绿对中医田的相片，给一些家一些家喺物嘅东西咯，做研究嘅几啊张嘢。后来我发现讲啊，原来其实怪少，原来咧教师人都杀得起个啦吼，那又想到讲啊，安尼嘅一个细细变化，难免一个细细种嘅土。两个人都会规则一样的。如果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物，我们却忽略那个东西，那我们把场景再翻拍出来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就又遗失掉那一块。好，那其实客家有非常多美好的东西，需要很多人很用心、很仔细的去把它拿出来。两千零四年成立下这个体育团，系同上面文化保存表现出来，很忙的是做得动态棒。天意剧团是用客家表演艺术来巩固，对今年戏是第三剧团，加到上戏国家戏剧院来表演。我当初不敢想，但是我现在想要努力做的这件事情，因为我当初呢，也是觉得说能够把哈戏舞带到舞台就是一个很大的一步了，但是我发现原来我们的能力不止这样子。好，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现在是希望再把这个艺术的客家的表演艺术的水平再拉到国际级、国家剧院级的水准，同传统的表演艺术带出新气象，曾定凯想象空间同表演方式都超过上一代。原来客家唔单止唱传统的歌谣，配合现代舞蹈及传统文化，咪做得用客家精致优秀样式同客家沉潜内涵来保留下来。